我们在消防演习的时候，我还抛过水袋呢。麻烦参观本馆的朋友登记开放时间。哎，走路很好奇，然后声音也跟现在的不一样，大家听一下。要登记对吗？对，要登记哦。嗯，好。你一个人吗？一个。来，你帮我写。好。一些小石头啊，东西先打在这里。有看到哦，这个是墙。然后这里我们有看到一个白色，这个我们叫水线或者是水带，就是连接出水口这个位置。那接完那个东西之后呢，我们还会再接一个东西叫苗子。那那个苗子就是上面那两个字，苗子。那苗子呢有不同的设计哦，来看一下。苗子呢会依照它的出水口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水柱式的，好吧？就这个。然后又这个。这个就是有点像水柱式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个孔这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类似像那种撒花心那种环状的这种，有看到吗？有。好，那它其实呢，一整只是长这样子的，这样子，它其实才会跟那个水带的水线或水带的那个口是接得起来，所以它一整只就会长这样。它是接完之后再出去涉水，有吗？就是这样子，一整只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说嘛，这个地方是进水口，所以蓝色这个区域呢，全部都是装水的。那你有去想过一件事情吗？它为什么它不是全部都是空空的，它还会有这个板子去挡住？它为什么要架这个板子在这里？可是它架板子又不是把整个空间隔开，会晃的，会照这个。那你说不会晃？其实不会晃这个东西是对的哈，因为你去想哦，这台车它通常去救火速度都会很快，所以它开很快的状况下，它如果突然刹车了，3000公升的水会同时全部往前挤，那就会可能导致翻覆，所以它就用这种板子的方式先做一个缓冲的动作，让水一下子不会全部往前挤到最前面，这样子，所以它才会用剖面图的设，就剖面图的状况让民众知道说，哎，它整个内部构造是长什么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往后面这边看。这个呢是告诉营销用的，因为之前啊，以前状况下营销人员没有这么多，所以他就会用这个东西告诉营销，请营销来帮忙。那营销帮忙的状况，他们就站在这个踏板，就前方到后面这个踏板的部分，他就站在这里，然后就出发这样子。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呢，现在消防车你会没有看到，现在消防车是四四方方的这样，所以你不会再有看到这些东西。他如果说需要营销帮忙，他就会告诉营销说在哪个位置，那他们就会直接过去那边，就不会像以前一样，就是沿途这样子在，这样子，大家知道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地震体验走。地震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之前地震了，马上要体验地震了。日据时代的消防车，哇，这个好有意思哦！提水桶，地震的。小英雄，小英雄。掉落的物品给砸伤。你看，第二个步骤是掩护，要找坚固的。
靠近和身体，也要注意地震时家具会靠上滑动，所以你搬不走就是在地震之前也要抓紧桌脚，直到地震结束确认安全后才可以移动到室外。如果在室外遇到地震，请尽速离开建筑物、树木、路灯、电线杆等，之后也要记得采取趴下、掩护、稳住，直到地震结束。如果你正在开车，请移动到空旷处路边停车，待在车内系好安全带，直到地震停止。好，现在地震停止了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吧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趴下、掩护、稳住的同学，可能就可以救你命哦。好，我们起来，准备好体验课。那我会依照大家登记的名单哦。然后那个是，好可爱，是09112216。小小消防员，小小救灾英雄。消防局。然后是，我们是09009905。来那边，这边都可以。接下来是09812的，有吗？在现场吗？好，这边。然后接下来是09222的，有吗？许姓许的09222的，有吗？好，现场。摇摇摇，哎，弄掉掉。
看到？对啊。哦，你都看到？你看那个桌子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很可怕。你看这个桌子底下，对不对？你说地震就要躲到桌子底下，好不好？看你看桌子。这个是几级哦？该我了，我也报名。来上八代呀！跟你讲嘛，麦姐，可以多久？哦，衣服在这里可以穿的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小一岁，可能只有一岁吧。啊，我刚才去体验了七级地震，真的摇晃得很厉害。我刚才体验了一把七级地震，晃动得特别厉害，还好我抓住桌子的脚。大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亲身体验，从小学会保护自己。你们学会了吗？